二哥的黑梗又来了。老师，您的特点呢？我没说话。老人说的叫老话，那你说的呢？小话。我以为是黑话呢。嘿，你这是给自己加个大字儿去吗？不让你黑，黑。一个唱戏的，具体是唱哪个曲种？中国的薄脆，朋友们，在你思考中国的这个王金胆上，他一个中国的铁面相，要不然你这个人能这么黑吗？黑到你以为你是欧六重庆的？好，好，我说了算，我跟你说了算，我说了算，我说了算，我说了你看，你敢做了狗屎吗？你才牙白呢。你见过这么夸人的吗？二哥，你牙真白。是，这我牙不白。他那牙白是显的，是显的。谢谢啊，谢谢。